底这样一件物品是不是易拉罐的这个材料来做成的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咦，这是什么啤酒盖？不是的，这个着急了，这个着急了。是啊，你看，当时就你说这个，我说为了换取团队的团结，输了我也认了，真的海涛，输了姐也认了，就为了挺你一次。被卧底带节奏了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选的，卧底带节奏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我选的，我没说话呀。正当的流程，不是我选的，我没说话呀。哎，刚才谁？小白节奏了，我告诉你。